你怎么那么怪呀？就这样，你干嘛看预告？你看整片就好啦。完了，是非常久。你迟到还那么多理由。不是我有别的理由都没关系，可是预告真的很瞎哎、欸。我走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妙呢？迟到还敢妙我？你怎么那么怪？电影预告什么有什么重要的？不知道我是个大超级大路痴，那么容易迷路。哦，那以后我约你这六次出来，是不是还帮你规划好公司的地图，就顺便再送你个指南针啊？好啊，你最好把指南针跟公车地图都放到我的手机里，一机多用，正好适合我这种大路痴。别以为我设计不出那种手机。好了，你很厉害了。知道你很厉害，很棒的。我又不爽了。厉害棒，那给你按个赞。那时候没有赞。可以拍拍手，那时候可以。然后就拍拍手，好气。那时候真的可以这样讲。别以为我设计不出这种手机。知道你很厉害，给你拍拍手。捏爆你的脸！这是人超级怪。你很怪，预告是重点吗？知道你找借口。他女朋友一定讲过一样的话。他是看预告的。预告是重点吗？干嘛把你的重点都搬到我们的人生来，我们的戏里面来啊？奇怪。欸，可是真的以前没有看到预告会蛮生气。不会，我们都会等国歌唱完之后再进去。我们国歌已经没有国歌了。国小有国歌吧？有。所以啊，你国小不看电影的吗？哦，我的国小。那时候是周星驰。你干嘛？你上车了，我管着路痴就在路边。Oh my god！ 吓死我！这个银色太黄。如果你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，他可以给你更加。也许现在给不起，不过只要想努力，未来一定会给你。未来要等多久啊？那个人都不知道出现了没？如果说他就在你面前。Oh no！ 终于说出来了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Oh no！ 好久以前呢，在这学校呢，那时候你来到社团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可是我不敢开口，我以为啊，我没有机会了。没想到居然在大学时候又让我碰到你了。但我胆子很小，看着你啊，讲到尾交弯，我很后悔。这边今天就可以考，就会把他打过来。你有像这么小摇对吗？我好后悔。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以后啊。以后我还是只会把你当成朋友啊。哦哦。Sorry， 你的艺术处。我。你不会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啊，但不是那一种喜欢啊，你就是朋友跟朋友的那一种，就像我很喜欢。OK OK。OK。朋友之间喜欢也 OK， 这个啊，我同学，对 ，OK， 啊，我同我同学在等我打台球，来不打球，嗯 ，OK， 就这样 OK， 真的 OK， 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其实这里上课还蛮爽的嘞 ，OK， 然后他就。对啊 ，OK 啊，对，然后你就说，然后你在台上讲说，我们今天可能会有神秘嘉宾，也是你。太夸张了！然后就换韦德在那边。然后你就说，男生都肤浅吧。对 ，OK 哈，就加这个，对，然后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后面的。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听到林心如的时候，所有男生都要尖叫哦。谢谢。哎，包括工作人员哦。包括工作人员哦。请问你今天有一个
这样接另外一趴，这样换装一下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你在里面嘛？还好吗？有一定的不好，过来都是换装的。你说这颗的很慌的吗？对，没有办法打开。找到那个北北了。那我来。推开，里面会有一个配合，你就搬就对了。就把内裤穿在外面啊。那样子啊，真是。还是我们要假装，还是要真的？我们是要假装搬开，还是要真的搬开？真的搬，就是前你要跟里面外面两个人要稍微配合一下，待会试一下手感，我很难试手感，但是你试你就知道了。有没有在39层被电梯困在上面过？没有。你听掉了吗？来看看，你要搭配，我已经扣住了。开啊！姐，你有开吗？姐，你还好吗？哦，只有变这样开吧。这样都比这样好。刚刚不是要全开吗？就是开一点缝。对，然后就赶快让它出来。对，赶快出来。对。俊杰，我们就往这边，就带嘉妮往那边走。然后到这边走的时候，这东西会掉下来啊。嘉妮走前面，对，嘉妮我会推他嘛，对，你要把我推开，推然后啊，这个时候东西就掉下来，这个倒起。所以那你要把它东西掉下来，对对，就护住它，然后不要把头发拔下来，对哦。注意我的假发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就往这边。然后到这里真的太大了，然后就。可是武打名师，大概他推你也推啦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他推嘉妮，我推嘉妮，对，他推你也推。好，然后那个，我们前面有需要有人聊天，他最后就是想要那个什么，所以先让我断个腿之类的。小黑，小黑，阴谋，断个腿比较，这是阴谋，俊杰的阴谋。先把腿弄断，扮可怜。嘉妮，俊杰，俊杰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你开始了，记得好，我怎么来了？在电话里，你说你还要加班，担心就过来了。别的，等。先把眼镜拿出来。哎，
看到。